我感啊，当然我说州政府呢在三个月前，那么已经给了移交了这个5A 的表格给予盛华有限公司，就这个州政府所拨出的那个2500亩土地在Basau的土地，那当然至今呢已经三个月了啊，我们还没有收到盛华有限公司就这个5A form 里边所应该交的这个 premium。因为他有限期的嘛，好像给你一封信啊，他有那个限期三个月你要还 premium 的，你没有还呢，他州政府可以拿回的，对的。但是我要跟他们讲，我们不会拿回，意思说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去拿回他们土地的，不会的。当然这些他们也必须要通知我们说他要 extend 了，要求那个 extension 之类的。如果当初有人认为说给的这个土地能够一劳永逸解决这个独中这些经济来源的问题，我不认为了，我不认同了，我觉得说还是在此需要呼吁那个社会人士呢，我想这只能够说解决了其中一部分的这个经济来源，所以我希望说大家还是能够全力的给予独中各方面的这个配合跟支持。我们也感谢丹斯利的那个这种概念。假设没有丹斯利这种概念的时候，丹斯利提出来说他会负责来种植这个2500英亩，跟同时也每年赋予9000度中360万。如果他没有他这样的一个决定，我敢的决定呢，我们到今天都是还没有一个一答，因为当初我们还在说要钱要地这个问题。所以是因为丹斯利，所以他能够果敢的说提出这样的概念来承担起来的话呢，这点我们认为丹斯利是值得我们一个敬仰的一个，就是可惜他去世的太快了。